今天是2020年8月20号，我们来做早餐。先做蛋饼，然后炸油条，这油条膨胀的样子是不是很好玩呢？现在葱炒鸡蛋，我们打两个鸡蛋，然后快速的炒一下，再倒一杯杂豆豆浆，今天的早餐就好了。祝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早晨啊，我们明天见。